那你许愿，看着眼睛闭上，你有什么愿望？我想跟，是我的哦，不要拿我的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宝宝。我是宝宝。小宝，今天我们要做什么？做这个。开箱吗？开吧。好，朋友一拿出来就开箱了。这个看得到吗？它叫做。精灵玉守护，精灵玉守护，然后它的颜色是透明的白色，你在代言吗？那我们把它拿出来吧。待会儿会有一个说明书。金木水火土，哦，有六种颜色哦，像这里一样，有六种颜色。不要那么快，那是玻璃做的，吓死我了。打开之后呢，里面有一个像这样的玻璃瓶，透明的玻璃瓶，里面有白色的粉末，然后还有写字，我们看一下上面写什么好了。上面写幸福开心每一天。好，那我不知道要怎么做，所以我们来研究一下说明书吧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我们要养水晶的。为什么去养水晶？好，首先呢，用虔诚的心打开包裹啊！糟糕，小宝，你刚刚很不虔诚哎。将所有配件放在桌上，拿出瓶中的金种，金种就这个小小一颗，很像半颗球，哦，金种。将搅拌棒插入瓶中，这个要插进去，小宝帮忙，哎，插进去，很好。倒入100度的开水，直到开水到搅拌棒的位置为止。还要热水哦，就像这样子，我们加入了。100度的水，哦，水好像有点多，我们要给你了，是这样子。然后倒入金粉，并耐心搅拌到完全溶解。所以金粉是哪一个呢？啊。哦，金粉是这个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不要倒入，然后待会要细心搅拌，那个还用不到，你不要把它捏碎了。嗯。倒进去哦，小心翼翼的。小宝，那个瓶子很像很烫哦，哇，好漂亮哦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金粉，好，不要动哦。这个是不是哦？还不能抓这个，我们要先耐心搅拌。为什么要搅拌？我要细心搅。好，啊，你小心哦。要把那个刚刚的粉都让它溶解，要搅拌蛮久的。它写完全溶解哦，所以可能需要搅拌不少时间呢。搅拌。哎，先生，你搅拌太高了，搅拌低一点，不然都没有碰到那个粉，让它溶解需要你的力量。哎，这个蛮难溶解的，啊，你不要让水洒出来，那个水很烫。不能是水，话题。换我搅吧。不要。哎，你看吧，喷出来了，手接过。待会要洗手哦。为什么喷出来了？你就太用力了啊。我会轻轻的。小宝，这个月你生日对不对？对。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？蛋糕。哦，所以只要给你一个蛋糕就很开心了，对不对？嗯。爸爸。嗯。为什么是这个呀？哪一个？这个是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个是有人喜欢小宝，所以送给小宝做实验的小玩具。它过几天之后，它就会长出像是这个，像这个的结晶，会好漂亮哦。是盖子吗？盖子。不是长出盖子，盖子本来就有，是里面会长出像这个白色的这个。帮我搅一搅，外边这个。没有搅一搅，现在是先溶解，让它的粉溶解，然后待会要倒入金种，它就会开始。会倒入这个吗？对呀，它真的会溶解完毕吗？我真的很怀疑嘞，搅超久的了，还这么的浓哦。我们唱酒后的心声好不好？反正无聊嘛。开始喽。山明海色。山明海色。家里海色。家里海色。大能量。就说，我们下次干脆来拍一集你唱台语歌的好不好？我别妈，我别爹爸打爸爸。跟我唱的是同一首歌吗？
那我们唱儿歌好了。好。伦敦铁桥垮下来，垮下来，垮下来。伦敦铁桥垮下来，不错呀呀呀！火车快飞，火车快飞，经过高山，经过小溪，一天要走几百里。快到家里，快到家里，看见爸妈在哪里？快做实验好吗？吵死人了！他真的能够溶解吗？我觉得他好顶峰啊嘞。好，不管，那你先把那个倒进去吧。他说要先许愿，你先许愿，然后我们双手许愿，许愿，希望小宝好吃好睡，频道赶快1000订阅。换你，你许愿。看着，眼睛闭上，你有什么愿望？我想在宝山家。我想在宝山家。你愿望也太渺小了吧？愿望完成。还是你有更多愿望？还是说你希望我们家可以有一个妹妹？我们家有一个妹妹。好，大声一点。我们家有一个妹妹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好，我们喜欢月人，那我们一起把它倒下去。嗯。好好好。嗯。我卡住了。哦。它不是那样的，它是要翻过来。它不是要让它溶解，它是这样子放着而已。好嘞。然后这个时候就要盖软木塞，盖在上面。等一下，我把外面擦，外面怎么那么多颗粒啊？我把它擦干净一点。我要拿。我先擦干净再给你看。你有没有觉得它外面沙沙的？什么沙沙的？因为你刚刚把它搅拌的时候有撒出来，所以它会沙沙的，有没有？我把它擦干净一点，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看得清楚。大概就像这个样子，热。不能打开了，打开会流出来哦。然后我们要把这个绑上去，来放过来。嗯。先绑在这里。不能绑在这里。这是我们的幸福玉守护，那这样子有没有很漂亮？让大家看一下。然后他说24小时后，然后把这个瓶子打开，然后再让它静置。哇，这个可能会要种一个月。好吧，没关系，我们时间很多，我们就慢慢做吧。谢谢爸爸，今天让我们在你的沙发里面，爸爸。还没啦，你不要那么急啦。爸爸。好，这是今天的，哇，我又说不出他的名字了。爸爸。精灵守护，玉守护，精灵玉守护。那看我们之后会让它长成什么样子，再配下一集啊。光上集就拍这么久。为什么拿这个戳我？在我脸上长结晶怎么办？好，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大家拜拜。嗯。会破哦，我先把它绑好。妈妈。学这样吧。是我。耶。爸爸请进入我，我已经找到了爱你。